我也要一点自己的空间。我觉得你就写副歌好了。你说主歌我就先不写。对，我觉得你先写副歌，让架构出来。因为你刚刚说你蛮会写副歌。嗯，贵哥。你讲的每一句话，都在我的这里。OK。好，那你先写词，就是这样子。副歌我觉得要有几个重，就是。你说 key point， 反正我的副歌的开头都是 wai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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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oh, wait， OK， 嗯，哦、oh, ，我快写完，跟你讲。这些都是你设想的圈套，让我来一起逃跑，留下你每一次需要。有事吗？啊，我现在写完词嘛，你给我。你现在卡词，但你又要再。不是，我没有卡词，我需要那个安静。好，那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好的，你好了。我给你一点安静的空间，自己的空间。那你在这里也可以，你写好了。没有，我需要，我也要一点自己的空间。我们要反省。我们现在就在这里。Oh my god！ 你慢慢写，那我去走走。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你不想跟我待在一起。两分钟，又两分钟，再给你两分钟，他已经不止两分钟。Wait，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别组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，但跟友翔的感觉有时候会像在两个世界。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我想要写我之前分手过后有一段比较。充满悲愤的生活，可是很妙的是，就是经过爱吃鬼，对。你昨天睡得好吗？我昨天只睡三个小时。我也只睡三个小时。真的？那你在干嘛？我们其实弄完就两点多，差不多快五点我就起床。跟你聊天。就是跟其他异性比的话，就你说另外三位女生，对啊，就是跟你聊天，好像现在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那我不知道讲那个会不会好笑？怎么样？看你啊，你就是有种母爱爆发的感觉。所以我就说像妈妈呗，对不对？就假如说我是一只猫咪，我会很想要跟你撒娇。我会叫你走开，没有啊？其实是那种叫你走开类型。